这个叫做寿山，对，大吉山跟寿山两个文山地方呢，这边的神像叫做玄天上帝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它的原始东西的后方就有一个七星的方向。其实那边就是台湾人看夜景的地方啊，但是下一次就是没有半个人下去的。
饭馆啊。食咗先咯，饿咗噶啦。哥。我可以加饭了，你要饭了。台湾的，嗯，我把你开分了，我们。